石门水库水情拉警报，水利署3月1号起，针对桃园市地区进行第一阶段夜间自来水水压限水。不过，由于是夜间减压，对日常用水影响不大。桃园市民说，家里有水塔储水，目前不太担心用水问题。我目前没什么问题了，因为我们有好像有2-3个水塔。因为我们这边有储水池，一般要缺水的话。我们还可以用到1天或是2天。家户有水塔，社区公寓则是有蓄水池储水，多少减轻储水负担。不过，桃园市内有些地方受限地形影响，像是龟山区，就有民众反映自来水水压不够。而桃园市府经发局回应，自来水水量减少，水压不够，像是自来水管管线末端，或者是高地地区的民众，恐怕需要储水备用。我在的地方也是一样，要储水啊。龟山的那个幸福绿洲那边也有人在储水啊。属于管线末端，比较高地的部分，因为压力减小之后，可能会有水比较不容易到达的这个状况。这些区域的朋友，他们要特别去注意储水备用。近3个月来，冬雨不如预期，目前石门水库蓄水量剩50%。至于后续会不会进入第三阶段限水，北水区强调将会继续监测水量。记者夏娜乌溜桃园市采访报道。